最近 ，aespa 入驻 Weverse 后，官方定位认证了，标示门面为 Karina， 主唱 Winter， 主唱宁宁 ，rapper Giselle， 没有主舞定位。具体来说 ，Karina 担任组合队长，同时在 vocal、rap、舞蹈等多方面拥有卓越的能力，被称为最能表现团队身份的视觉成员。Winter 作为组合的主要歌手，有宽广的音域和稳定的高音，且拥有完美的舞蹈技巧。宁宁同样作为组合的主要歌手，拥有有冲击力的高音。他是 SM Rockets 的成员，是一个全能选手，能完成完美的舞蹈。Giselle 是作为组合的主要说唱歌手，是团队的多语言者。对此定位，很多粉丝也热议起了到底谁是 Ace 的争议。有人表示，官方给 Karina 的定位是唯一三单，认为 Ace 当然是 Karina。还有人表示，宁宁的介绍中用了 Allrounder 全能选手，毋庸置疑 Ace 是宁宁。对此，大家怎么认为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